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生活、爱分享的恩娜姨。刚才看手机哈，在我们那个网格群里边啊，看到通知说我们那个社区的居家养老食堂从今天开始，今天是22号嘛，哎，有那个就是就餐补贴，给补贴3块钱这一顿饭。一会儿我去看看这个菜怎么样啊？临出发之前呢，我跟大家说一个通知啊，咱这个菊粉啊。它的那个活动价来了，3桶119.9块三桶啊，那些便秘的网友之前喝着特别好，现在需要囤货的抓紧囤啊！它是到29号24点结束啊，就这么几天，大家不要错过。以前没有喝过菊粉的，但是呢，哎，也深受这个，哎呀，去厕所特别费劲这个困扰的，可以下一单试试啊。平时再要买一桶是64.9块，赶上活动呢。3桶119.9块，平均下来这一桶还不到40了，非常的合适。好，我现在就下楼去居家养老食堂看看去。这是我们大营门街的哈社区的老年食堂。哎呀，一到这个就是双节的时候哈，国庆节呀，还有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河西区政府呢都给那个60岁以上的老人呢有一个补贴，在这个食堂吃饭的啊。我带大家看看咱们这个，有什么菜啊？它这个时间是有限制的，补贴啊，是从22号到28号，就这几天，大家别忘了啊。这是素菜，这个是豆腐，可能也算肉菜，里边还有一个小酥肉。您这是一份儿还是半份半份儿？儿，他多现少在钱刚呢？卖半半份份儿，儿？15块钱。这光这15哎，是吧？对，光这这十个呢？土豆呢？7块吧，两米7块。看老人们都在这儿排队买餐了。你看这老两口，您就是要了两个菜是吧？这多少钱？您这两份儿？20多块钱哈，嗯，两人够吃吗？嗯，差不多。我看您都是要的素菜是吧？嗯，这个是有点鸡蛋。大爷，哎，您这也是来买饭来了对对哈？对，天天来嘛，天天来，天天来哈。嗯，您是回去买回家跟老伴儿一起吃俩人哈，一块吃，省事儿了就是吧哈。对嗯，对对，正好这几天又有补贴是吧？给3块钱哈，嗯，啊，真好。是，您慢点吧啊嗯，啊，慢走慢走好，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哎。嗯。我们街道的社区养老食堂哈，特别受我们这周边的啊，真正需要就是没有孩子给做饭，然后老两口呢又没有能力做饭的这些老人的欢迎啊，就是有没有补贴，他们也得到这儿来，哎，买饭省事儿啊，是吧哈？哎，打上一份饭，老两口就够吃的，有时家里自己做点主食，就买点菜就够了。我也希望就是我们河西区，就是咱们这个居家养老的这个工作哈，真的深入到咱们老百姓的心中去，受到老百姓的欢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儿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